我之前，你知道那个 Gundam 钢弹，对对对对，他他来台湾做一个展览，是之前啦，然后他其实他们的东西大部分是男生喜欢嘛，但是他们为了让女生喜欢，就出了一款那个凶阿凯的Gundam。反正我一个女生朋友，她就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啊，对。然后刚好那个展览来的时候，他叫我去帮他排队，因为我就时间最多了啊。对啊，对呀，对，时间没有钱。对对对对，头尾也是最紧的。对，然后所以我就去帮他排队了。然后因为他那天有一个限量版的，有个限量版的颜色，然后他说他要我去帮他排队了，然后我就第二天才去了。然后我去那个门口也要等快一个多小时才可以进去，然后到那个店的时候要再排30分钟，然后终于到的时候我发现他那款已经没了，对，他想要的那一款，对，我想日本人最会这一套了，他比如说出5个嘛，对不对啊，第6个就是黑，全黑的，你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啊，你就是限定版啊，你想办法去买才有啊，对，然后你就没办法，所以这一整箱都买回来，想说拆开看是什么。哦，哎，日本人最坏，最会用这一招。不是坏的啦，这样听起来难过，这样才有新鲜感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我想说，反正我已经拍那么久，那我就剩下的我就买给他。嗯，结果我买了。回去给他发现他这些已经有了，他如果会收集到限量版，这些一定都有。对呀，德国人不是很喜欢排队，我们觉得浪费时间。可是2000年的时候在德国有那个世博会，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。有，那时候在汉诺威就是举办，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馆，对，那就会展现一些自己的特色。然后那时候非常非常多人在那边。那我跟我的同学，就是我们的学校带我们一起去，然后我记得德国的馆是最热门的，那个是最大的，然后平均要排队2个小时，非常夸张，而且那天很多馆，就是很多国家，你一天根本逛不完，所以你一定好好考虑你要逛哪一些地方，不然时间就没了。我想说，哇，2个小时我不想，可是我运气非常好，我到的时候只要半个小时，他们大概预算，我就半个小时，哇，我一定要进去，真的太棒了。我进去了，超级失望，无聊，无聊死的一个地方。里面就是一些，你德国人你自己觉得德国馆是最无聊的一个地方。我以为可能里面有一些表演什么，没有，就是挂一些关于德国的一些解释、艺术品、历史啊，一些就是画面啊，就是就很无聊，你逛个2分钟就逛完了，然后就觉得。Why？ 为什么我排了半个小时？哎，你要想到那2个小时的人怎么办？对啊，我们有一个超级特别，在意大利是那个法拉利，他每次会出新车，他会做一个很特别的活动，然后你就所有的人都开始流口水，然后大家都挤在那里就排队，因为他们会拍一个活动，他们让你坐在车子里面，人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是2个人一起坐，所以一个坐左边，一个坐右边啊，坐右边的没有。不能方向盘，不能放有油门嘛，所以你只能在那里坐，所以都好吧。右边只能放。排了3个小时，还坐在那里看别人。3个小时哦，所以那排这个那个法拉利新发表会是意大利人居多吗？还是有其他世界各国都会去？哦，有外国人，可是不会从太远来。可能有法国的、瑞士的，对，欧洲的附近的就回来。对，那日本呢？一年里面有1-2次，我们去排队来买那个彩票。哦，彩票。那我们彩票的时候，签很多的时候，差不多3亿啊、7亿啊、5亿，那个时候我们会去排队来买，大概3-4个小时吧。那因为太夸张了，所以电视台也会来拍我们，因为太夸张，电视台他们也觉得太奇怪了，因为他花3-4个小时来买彩票，真的。我也觉得夸张，3-4个小时。对，我有排过，就是之前有中好几，累积好几亿的时候，好几期。对，然后而且我们桃园那一家又是出了头奖2-3次，哇！所以那一家大排长龙，那一次我有排过一次，但是也是半个小时40分钟，也没中吗？没有。另外的是，我们是新年的时候，每一年新年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去排队来买福袋。
那福袋，因为福袋对福袋里面的新年的福袋特别好哦，因为里面的东西超过那个金额以上的东西，一定会赚到的，物超所值。对，所以我一定会前一天的晚上或者是一大早马上排队。福袋我以前也会去排，我是12月31号我就坐飞机去那边廉价航空，然后到那边红眼班机一到你就可以准备，直接去那边排，那个时间刚刚好。然后你知道像我们台湾排福袋啊，都会一个袋子里面就有一些过季的东西，他们那边都是新品，对对对对，新品就特别好的，对，一定要12月31号坐飞机刚刚好，对，你是对的。然后每一间你都可以去排。贾斯汀，贾斯汀，请说。怎样怎样？他要说什么了？大家不要讲话，不是，我觉得你们派对的很好，就是这个规矩的地方。但是美国还有那个 Black Friday， 黑色星期五，好恐怖哎！我们去年那个星期五还有人，他们现在外面排队，派很多人，好多个女生要去抢那个衣服什么的，一开门。会有人家打架，抢衣服。黑色星期五是排要排干嘛？因为他那个就是很多的百货公司都有那个特价，打折是不是？打折。我第一次听到你插人家话会讲不好意思。我也很惊讶哎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你的回答。对，然后那年就去年有人被打。然后有人被踩死啊！我也不太喜欢为了什么食物啊什么之类的去排队。但是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居然有为了一个游戏去排队，因为它是就是隔天的12点整就要就是开卖。但是这个应该说这个游戏有预购的制度，所以你先买了，但是你要排队的意思就是你要先。抢先赢哦，对，可能当天可能发个几份，他就是保证你几天内会拿到，你到那个店家的话，但是当天因为12点就发，所以我们前一天百货公司他们7点关门，然后7点整就去排队，然后排到一整个到12点，他们才开始给你们排进去店家里面。然后在那边排个大概1个小时多才拿到游戏，然后因为大家都很疯狂想要玩这个游戏，所以就是我们想说啊有一点太累，今天晚上玩会有一点太疯狂了，所以先回家安装那个游戏，然后隔天再玩，这样子就为了赶快要想要玩这个东西，然后第一个拿到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是什么游戏？它是一个那叫做什么中文叫魔兽世界哦。对，第一版出的时候，大家太疯狂了。对。